好，大家好，我们要上一集剧情第五个哈，那我们要上这个一看你有得哇哈，那这个剧情是怎么来的？这是两个剧情合起来哈，前面我们之前教的这个什么一看打哈，一看打是要看什么来决定有没有？啊，你看一下，好，一看打前面加名词，好，然后 OK，那有时候会加 no 哈，有时候会加 no 哈，这个 no 是可以省略的哈，好，我打一下哈。哦，就是一个事情的实现与否，哦，要看前面这个东西来决定。哦，这样子，哦，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句型后面再加个 ni yoru。那这个 ni yoru 是二级句型，哈，二级句型大家记得吧？ni yoru 是由于什么，哈，由于什么？哦，那我举个例子，应该大家就会，拍比较有名的句子有没有？哎，好，ni yoru 它变成那个。哦，变成泰形变 niyote 哦，变 niyote 哦，然后变成动了的话会变 niyori 哈、哦，它变泰形断句会变 niyote 哦，那变成那个连接型断句会变 niyori 哦，啊 niyori 的话会更文哦，啊这个比较少看到，因为这个太文了。那由于什么的不同了，不同了没有啊、哦？比如说 kuni niyote 哦，kuni niyote 哦，啊 shoku bunka 哦，shoku bunka。哦，饮食文化が違います。哦，好，我们 niyote 我们是翻什么？由于哈、哦，所以由于国家的不同哈、哦，由于不同的国家哦，食文化就是饮食文化違います。哦，由于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饮食文化哦，所以那个 niyoru 我们翻是由于哈、哦，由于啊，有时候有人会给它后面加个不同，这样会比较像中文。好、哦，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两个合起来。我们把这个 ikanda 跟这个 niyoru 合起来，好，那我们就会变成，好，我们就会变成这个 ikan niyodewa 好，好 ikan niyodewa 好 ikan niyodewa 就是，哦，那意思也是这两个合起来的，哦，这个 niyodewa 是什么？这个 niyodewa 是由于嘛，然后这个 ikan 是要看什么来决定嘛，哦，所以两个合起来是什么？由于要看什么来决定，哈，由于要看什么来决定，我这是第一个方法，哈，啊，第二个方法，我们说这个一看可以翻成什么？取决于叉叉，哈，所以我们也可以第二个方法是，啊，取决于什么，哦，东西的不同来决定，哈，啊，这两个方法都可以，哦，反正就是，哦，再讲一遍，哈，啊，这个一看答是什么？啊，这个是，哦，就要。哦，就是要看前面这个东西哦，这个东西实现与否要看前面这个东西来决定，还是取决于这个东西。然后 niyoru 哦，变成泰形变 niyote 哦，那变连接型变 niyori，那我们是翻由于哈、哦，所以这两个合起来是什么？由于要看什么东西来决定哈、哦，由于要看什么东西来决定，或者是哦，或者我们一看如果翻依据耶哈，翻那个哈、哦，取决于哈、哦，那你什么？由于要取决于什么东西来决定，这样子哈，然后就这样哦，然后就这样，我们看一下，kuni no seisaku no ikani yotte wa 哈，好，这个 no 是可以省略的哈，哦，那这个什么，哦，那我们就翻由于要看什么来决定哈，所以由于哈你要看这个国家的政策哦，然后哦来决定哈，好的 OK，或有人会直接只翻由于哈。好，hitobito 是这个复数哈，是什么？人们哈。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啊，hito 的话是人，那你讲两次，变 hito 哦，它有音变就有音变哈，就变成 hitobito 哦，hitobito。那 hitobito 就是什么？人们，人们好，写一下。那类似的用法还有什么？yama yama 哦，yama yama 是什么？山山就是什么？很多山。很多山我们就翻什么群山哦，还是组哦群山哦，比如说 kuni kuni 哈、哦，啊 kuni kuni 我们怎么翻？就是很多国家哈、哦，我们可以翻诸国哦，很多国家我们可以翻诸国哦，就类似这样用，有没有？嗯，好，OK 哦，好，那我们看回来哈、哦，所以这边 hitobito 是什么？哦，人们。no kurashikata 哈，好，这个 kurash 是过日子哈，kurash 是过日子哈，过生活过日子。那我们改成连接型加 kata 是方法方式
哦，所以人们的这个生活的方式、过日子的方式，哦，変わってくる哈，啊，変わる是改变，てくる是 这个学过哈，てくる是什么？渐渐的哈，てくる是从以前一直做个动作，一直做到现在来，那我们中文翻渐渐的，所以人们的生活会渐渐的改变。好，这个 no 是名词化，哦，那后面的 akirakata 哈，啊，这个 akirakata 你在二级一级那个文章也常看到。阿基拉卡达就是很显而易见的、很明显的、很清楚的，哦，有没有？所以一看你有 deva 哈，就是由于这个国家的政策，哦，由于这个国家的政策，哦，或者由于要看这个国家的政策，哦，那国家会你可以加个不同，由于国家政策的不同，那人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就会渐渐的改变，哦，啊，这个是阿基拉卡达，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事实，哈，这是很清楚明白的事实，哦，这个意思，我再看。天候のいかによっては、哈，那什么？由于哈，由于这个天候的不同，哈，由于天候的不同，或者是哦，由于天候的不同，或者由于要看这个天候，哦，天候是什么状况？哦，飛行機の出発が，哦，飞机的这个出发，遅れる，遅れる是迟到，哦，こどもある，哈，啊，こどもある，こどもある这个句子是有时候，所以有时候也会迟到，哈，那哦，这个由于这个。天后的不同哈，由于这个天后的不同，所以这个飞机的出发有时候也会迟到哈。我们来看，好，手紙の書き方哈，手紙是信，所以这个信的写法哦，いかによっては是什么？由于哈，由于哦，由于要看什么？由于要看这个信的写法哈。哦，所以相手の心を哦，好，这个心を動かす哈，動かす是他动词去动什么？如果是前面放車動かす，你去。动汽车就是发动汽车，哦，那你前面是什么东西去搬动什么东西？哦，OK 哈，那你 Kokoro Ugokasu 是让别人的心哦，就让别人的心动哈，让人心动哦，IT 是对方，所以让对方心动，哦，让对方动心，哦，Kodo 是事情，Mo 是也，Dekiru 是能够，哦，Desho 是把哈，所以哦，就是一看你有对哇哈，是什么？哦，这个你有得是由于，那一看是。哦，要看什么而定，所以由于要看你这个信的写法哦，来而定哦。那你信的写法如果写得好的话，相手の心を動かす哦，那个使对方动心哦，子供できる哦，子供的这个子供的也能够哦，也能够使对方动心哦。でしょう是吧？有没有？好，下一句。あなたの义务你讲的金额的金额你讲的这个金额，譬如说你讲十万，你讲二十万，你讲一百万，一看你有 deva 那什么这个由于要看你讲的由于要看你讲的这个金额你开的金额是多少不得 ak demo 这个乌鲁是卖，乌鲁是卖，那 ak 鲁是。给对哦，给别人叫阿给鲁，所以乌得阿给鲁这种啊卖给你哦，这个这个车这个什么这个你讲的金额这个东西卖给你哦，有没有？哦，temo e 哈，temo e 是什么啊？也可以啊哈，temo e 有学过那个五级句型也可以嘛？哦，那后面这个 e 是提醒对方哦，所以卖给你哦也可以哦，卖给你也可以哦，所以哦要你有鲁是由于那一看是。然后要看什么定哈，那由于要看你讲的金额而定哈。如果你讲的金额比较高的话，不对啊，可以 demo 一的使用。哎，那我这个东西要卖给你也可以哦。好，那我们这个剧情就讲完了哈，谢谢收看，拜拜。